24日，知名化妆品公司日前启动2012年伦敦奥运会感谢母亲主题活动。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区立法会委员、香港奥委会主席霍震霆出席活动，并签下合作倡议书。随后，美女主播徐淑敏以一身清新白底蕾丝小背心配搭绿色小热裤惊艳出场，修长的美腿引得现场记者一阵狂拍。在主题活动结束后，徐淑敏接受了记者的采访，采访的话题一直围绕着徐淑敏的女儿展开。徐淑敏也很高兴地与现场记者分享自己的母亲心得。我跟我的老公就不会打骂的，就会跟他可能凶一些，跟他讲道理，那当然他就听不懂了。那有时候就要奶奶跟他讲，那不可以这样子，那他反而要听奶奶的话，就完全好像当我的说话是在唱歌。虽然有了女儿让徐淑敏很幸福，但有时女儿也让她苦不堪言。在采访时，徐淑敏就对记者大吐苦水，抱怨女儿的小叛逆。最近她已经2岁3个月了，就很那个反叛，跟她说东，跟她说要怎么做，她都跟你做反。如果现在要她做好，她就凡事要张开给你看，很不斯文。